大家好，星期二得读，今日是2024年4月8号，今日是星期一啦。好啦，今日咧亦都嚟到咧系农历年咧嘅2月30啦。好啦，今年咧系农历年咧甲辰年嚟噶，今年系农年。好，我哋目前咧继续咧喺呢一个系清明期间嚟噶。好啦，呢一节咧我哋要揭露啊，话说咧又有咧中国游客啊。是姓屈的。好了，今天发生什么事呢？话说呢，又有中国大陆的网红游客，那么呢是外出旅行呢是找不到路的。好了，那么于是呢就是四周围呢就是想问路，那见到呢有华人的面孔，那么我们真的要讲清楚了。所以那华人的面孔和是不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呢相差呢其實都好遠噶，因為我哋知道啦，最低限度啊，都仲有唔少係華人面孔嘅地方。嗱，嗰度咧根本唔係叫做咧中國大陸噶，最簡單，例如台灣啦，例如馬來西亞，當然包括咧香港在內。好啦，咁啊，你一見到咧華人面孔，跟住咧就問人哋咧係咪中國人？嗱，本身咧個問題咧就出咗咧係大問題。好，呢节我哋继续详细讲之前，请大家记得继续支持六部曲，记得节目揿 like， 继续用社交媒体 share 我哋嘅节目，继续建设性留言，痛击五毛，痛击立士，继续开 Google 户口订阅我哋嘅频道啦，记得星期二日报，仲有星期二新闻集团，请各位记得继续运用免费模式支持我哋，方法好简单，继续打开我哋本台。星期日報的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再加手動點擊，就是這麼簡單了，敬請各位記得幫手支持。好，經濟能力許可聽眾，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亦都請各位記得安裝 VPN。 好了，這個報導是來自是台灣，這個報導是搞錯了個位置的，因為這一位中國大陸的網紅是去了是巴塞隆拿咧，係旅行噶嚇，呢度咧唔係英國嚟噶嚇，即係話咧呢一個係西班牙嚟噶。好啦，西班牙本身咧都有大量咧英國遊客噶嚇，同大家都揭露過啦，英國咧嚇嘅人咧好中意咧去陽光普照又熱辣辣嘅地方噶。嗱，個原因非常之簡單嚇，因為咧其實陽光同太陽咧喺英國咧。是算是稀有的，雖然其實你真的計落呢，其實個陽光不算少的，因為雖然話呢夏天的時間對比起冬天呢是短一點，即是話呢大概有4.5个月至到5个月呢陽光普照，天氣呢都比較炎熱。但是如果你計埋呢個日照時間，由於呢去到夏天那個日照時間呢超長的，所以呢其實呢你話見唔到陽光都係好唔正確嘅事嚟㗎。應該話呢去到夏天嗰陣時呢，其實英國啲陽光呢多到嚇死人。好啦，不過由於英國呢長年累月呢個天氣都比較寒冷㗎。就算去到夏天咁佢哋呢仍然可能得20几度㗎啫。所以呢英國人呢係非常之習慣呢係非常熱愛呀陽光與海灘熱辣辣嘅地方㗎。好啦，喺歐洲咧就唔使講噶啦，嗱，塞浦路斯咧肯定係佢哋首選嚟噶，嗱，西班牙咧亦都係佢哋咧非常之熱門嘅旅遊地點嚟噶。好啦，我哋繼續講翻咧呢個中國遊客咧嘅故事。嗱，呢個中國遊客咧就話冇諗到啊，第一次咧喺國外旅行就俾人咧係歧視噶，而且呢個歧視咧係香港人啊 HK 人給我的。好啦，佢個文章咁講噶。佢話起初係我咧喺車站一直揾唔到咧去 Tosa 小鎮嘅車，於是咧就想揾個咧係中國人嚟問。嗱，其實呢一位咧係中國遊客，打從一開始佢就四周圍咧想揾中國人嚟問噶啦。好啦，咁你話會有咩事情發生咧？嗱，繼續寫落去啦。當我睇到兩個華人面孔，嗱，其實佢自己都承認噶，你見到嘅係華人面孔，嗰個未必係中國人嚟噶，更加未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好啦，咁你既然知道華人同中國人嘅分別，
嗱，你竟然咧仲话对方咧不愿意咧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好啦，佢话咧见到两个华人面孔喺度咧讲粤语，嗱佢咧亦都知道咧人哋咧讲紧粤语噶。吓，于是咧我就跑过去啦，问呢一个小姐，请问咧系咪中国人啊？好啦，呢一个时候吓，呢一个小姐咧就系一言不发，吓唔太想理会我噶。吓，另一个小姐睇到我咧系白眼咗咧一下噶。啊，跟住咧就話自己我係香港人嚟噶，嚇，於是咧就走開咗。好啦，咁啊呢一位咧內地遊客咧就覺得咧非常之錯愕噶。好啦，喺呢個時候佢又見到咧另外一組華人面孔啊正在交談，嚇佢於是咧又再走過去，嚇又問咗咧同樣嘅問題。嗱，今次咧都係幾個女生嚟噶，嚇佢話呢幾個女生咧繼續係一言不發噶。不太友好，打量住我，只有一个咧小哥哥讲咗一句说话噶，好啦，并且咧就系告诉我咧方位，即系话咧呢一位哥哥仔咧就系教咗佢咧点样搭车，好啦，咁啊后来咧得知佢哋咧都系香港人嚟噶，好啦，跟住佢就话啦，所以我在想，难道是我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觉得冒犯了他们？我呢度直接答你啦。吓，咁梗系有冒犯啦。嗱，唔好讲冒犯，最低限度，你问咗个问题个答案系会令到人咧答错噶。嗱，我呢度咧又好坦白咧话俾大家知。嗱，其实咧我遇到咧系内地人啊，吓，即系中国大陆嘅居民喺英国咧见到我哋问路咧，嗱，其实都常有发生噶。嗱，呢度我又解释下个现象先。嗱，始终无论大家咧个英文咧系几流利都好，嗱，其实咧。所有人都有一個咧係傾向噶，就係、是、喜歡。如果可以揾到咧同自己講母語嘅人咧，係最好噶。嗱，不過呢度利益申報下先。嗱，我英文咧好過普通話噶，所以其實你同我講普通話咧，我絕對冇可能咧流暢過咧同你講英文。好啦，咁有人可能會話嚇、普通話我一句都唔講嘅喎。嗱，咁啊唔能夠咁嘅。因為雖然咧嚇、中共政權咧大致上都係我哋香港人敵人嚟噶啦。但是內地人咧唔一定全部係敵人，甚至乎我哋有好多咧係支持民主自由嘅人，嗱佢哋咧都係內地人嚟噶，都係講普通話。嗱，我亦都冇理由咧係因為中共嚇我就放棄曬同所有講普通話嘅人咧係溝通噶，嚇呢個邏輯唔成立。啊，並唔係講普通話嘅人等於係民主自由嘅敵人，雖然有好多民主自由嘅敵人係講普通話。搞清楚啦，兩個邏輯咧係唔可以就咁反轉就算。嗱，我亦都有同大家揭露過嘅，其實有好多咧喺英國嘅內地人啊，嚇佢哋係喺疫情封關嗰陣時逃亡走出嚟噶。嚇，如果你真係問下佢哋對習近平嘅意見，嗱佢哋絕對咧同而家大多數啊留喺香港嘅人，嚇你睇下陳靜心對李家超嘅反應係差唔多噶。所以啦，佢肥唔肥我就唔知嗱，但系肯定咧，佢哋一啲都唔支持習近平嚇。咁當然啦，佢哋係講普通話嘅，當然我哋亦都唔會同佢哋講咁多政治啦。好啦，咁啊呢一個咧，中國內地啊嘅網紅啊去旅行嗱，講翻佢個故事啦。嗱，佢自己咧就識得講咧，華人同中國人咧係唔相同噶嚇，但係咧就出嚟質疑嚇，點解問人哋咧係咪中國人咧覺得冒犯？哎呀，我讲讲下都唔记得咗讲头先个故事。嗱，有呢一啲咧，内地人嚟问路咧，吓佢哋好中意，真系唔知点解嘅，问系咪中国人嘅。嗱，咁我必须要承认，嗱我咧系试过好多次咧，好口快快咧，一口答咗佢系噶，吓因为我知道佢想问嘅意思系你识唔识中文。吓试过有几次咧系讲电话，吓咁大家咧听到对方啲英文都知道对方咧都唔系英国人嚟噶啦，对方咧就系忍唔住问我咧识唔识讲中文噶。嚇，當然啦，佢中文嘅意思就係普通話嚇。嗱，即係話廣義啲去睇，其實咧呢啲內地人咧，嗱呢個網紅唔計，其實佢哋有時問你係咪中國人嘅意思咧，係純粹想知道你識唔識得講咧，係普通話或者咧係識中文。好啦，雖然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咧政治不正確，嗱但係亦都未去到咧係誇張到我唔覺意講咗一句咧香港咧。就光復唔到噶，咁所以我亦都唔覺得咧，去到好似禁忌一樣，係絕對咧唔能夠講錯。即係話你答呢一位對方自己係咪中國人嘅時候，
最重要是你自己清楚知道到底你答緊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好啦，我亦都要再補充啦。嗱，英文咧 Chinese 咧 ，Chinese 你可以話叫做華人。嗱 ，Chinese 咧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咧係唔相同噶嚇，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嚇 PRC。嗱，如果你話我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咧，正確嚟講咧係 Citizen of PRC 噶。嗱 ，Chinese 咧。雖然現在英國是容許我們問國籍的時候你答香港，但是 Chinese 這個字你真的可以解是華人，是不包含政權的。好了，當然避免混淆的時候，例如申請 BNO， 我當然說自己很清楚我來自香港。好了，結果這一位內地網紅其實自己是矛盾的，他覺得人家覺得被冒犯，實際上咧係佢自己咧喺度冒犯別人。好啦，因為咧無端端出咗呢個 post 就話：誒、香港都回歸咗啦。嗱好啦，咁所以係咪出現咗好多大問題啊？嗱，香港回歸咗同答你問題嗰幾條友係咪中國人有咩關係啊？請問嚇，如果呢幾條友喺香港回歸之前就去咗巴塞隆拿嘅話，嗱咁佢哋話自己係香港人嚇，咁等唔等於佢哋係中國人啊？其實你問一下個邏輯都知啦，當然係唔等於啦。好啦，更何況咧，我哋大量嘅香港人咧係揸住咧係英國 passport 噶嚇，英國 passport 咧係英籍嚟噶嚇，即係 BNO 個 B 嚇，好似咧講粗口咁啊，呢個唔係粗口嚟噶嚇，國內啊係有句粗口係咩咩個 B 啊。好啦，嗱咁你話香港人係咪中國人咧？嗱個答案當然係否定啦。我最多答你咧，我揸住香港身份證嘅啫嚇，雖然就快被香港政府 DQ 啦。好啦，咁啊，所以咧，其實根本咧係呢一個網紅啊，自己咧係叫做咧係碰壁。嗱，其實你問路好簡單嘅，你問路咪問路咯，你問人哋係咪中國人做咩咧嚇？你請問佢車站在哪裡嚇，人哋答到你，咁咪問題解決咯。點解係都要嚇認親認戚咧？好啦，嗱，英文咧就少啲問題發生噶。大家都知道了，通常我們說我們來自香港就是 I am from Hong Kong。 你來自哪裡呢？跟你現在的國籍又或者你的公民身份未必相同的，偏偏是中國大陸最喜歡將你來自什麼地方、你的國籍、還有你的種族、還有你的公民身份，是將四樣東西硬在這裡是合而為一的。上述四種身份咧係唔相同噶，我可以嚟自英，我可以嚟自香港 ，I'm from Hong Kong。我嘅國籍係英籍嚟噶，係 British。我而家咧嚴格嚟講未係英國公民。好啦，如果你硬性要分類我係咩種族咁英國咧就好好，我要答我係香港nationality。多數世界上邊咧香港人咧，佢多數人咧都會當你咧種族係當 Chinese。Chinese 應該是華人。這個是我對英文字 Chinese 的理解來的。因為如果 Chinese 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被中共佔據了這個字的。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英文的描述前面可能會加了 Chinese 這個字，最簡單 Chinese New Year。 其實這個你可以說是叫做華人新年的，不是中國新年。所以咧，小粉紅同五毛嘅講法咧唔正確噶。如果你話嗰個係叫做中國的新年咧，係應該叫做 New Year of China。好啦，咁啊當然啦，呢個可以咧繼續咧辯論噶。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咧香港呢個地方本身有好多咧唔同族裔嘅人噶。好啦，雖然咧我哋可以對外咧答我哋係香港人，但係如果我哋喺香港真係你要再細分類嘅話，咁我哋始終咧都仲係要再細分。例如有印度裔的香港人，那你跟他相對的時候沒理由叫我們自己做香港裔香港人的嘛，那似乎分類有一點點問題。好了，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探討到這裡了。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我們為了香港人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个很低廉的价钱租住。我们的酒店有单人房，有双人房，有家庭房，每个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个短期的居所，只是收一个月按金，大家呢当然最少住一个月啦，所以呢价钱不是很贵的，也不需要带很多钱才可以来英国。我有些经济方面不是那么松动的朋友提供了便利。我们也有旅游包车服务，可以直接由不同的地方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的酒店负责人联络。大家好啊，我们呢早前呢我们有介绍过大家用 VPN。最近呢这个 ShakeShark 的 VPN 呢就联络我们本台。他们呢就赞助本台。如果阁下的 PIA 是到期的话，就可以选择转到这个 ShakeShark 的 VPN。 新听众如果有需要也都可以购买这个 ShakeShark 的 VPN 赞助我们，连结我们要放在下面。其实呢总共有这个六大优点，可以大家认识一下这个 ShakeShark 的。好了，首先你是不是会关心在网络上保持私隐和安全呢？咁样我哋呢就会向你介绍一款优秀嘅虚拟私人网络服务供应商，叫 ShakeShark 嘅 VPN。咁串法呢 SURFSHARK。佢呢我呢几日呢我都开始使用。咁速度其实十分之快嘅。好啦，第二 ,ShakeShark 通过加密你嘅互联网连接，确保你个人信息同埋数据得到最高程度嘅保护。不理你在用这个公共的 WiFi 定是浏览敏感资料， ShakeShark 都是你强大的盾牌。好了，第三点， ShakeShark 拥有几百个伺服器的地点，等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连接速度，同时浏览全球各地的内容，无论你在哪里。第四优点， ShakeShark 承诺不会记录你的浏览活动，确保你的私隐完全受到尊重，能够让你自由自在地探索这个互联网。第五，不理你是用这个 Windows， 这个 Mac 机 Android 定是 iOS， ShakeShark 都能够在各种设备上为你提供保护，确保你的私隐和安全。第六，海外用户可以用 ShakeShark VPN 就看 Real TV 节目。因为大家知道很多节目在它有指定地区，譬如有些地方台湾看不到的，有些地方欧盟看不到台湾的网站的，但是你一个 VPN 就可以搞定了。总体来说，它是一个简单的、强大而且可靠的选择，等你在这个数码世界自由浏览，也不用担心私隐和安全问题。现在就